天下之大，莫大于民心；天下之重，莫重于民生。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山西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大事，民生投入只增不减，惠民力度只强不弱，惠民实事只多不少，让民生服务更有温度，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让老百姓底气更足，笑脸更多，生活品质更高。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路上，山西笃定前行。老婆，你下班了？对，下班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天发工资了，我发了9000块钱。这么多？跟着这边打零工市场去，还是找的企业还是比较好的。通过远在1600公里之外的山西运城零工市场，周国栋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今天他拿到了9000块钱的工资，第一时间就和家乡的妻子分享内心的喜悦。从路边趴活到手机点单，从四处流动到入住零工之家，从盲目找活到系统精准匹配，运城建立起我省首家零工市场，收集了大量劳动者和企业的用工信息，搭建起零工和用工者之间的桥梁，走出一条帮助劳动者就地就业和输出就业相互促进的新路。每天大约有1000人在这里咨询接洽出工。又一辆大巴包车准备从运城出发前往南京。25岁的傅鹏飞离开家乡，前往南京一家安全带生产企业上班。每个月的话是30天保底，是8100嘛，这些市场都是严格审核的嘛，去的相对放心一点。70次包车，4次包机，10000余名农民工从这里就业。周国栋、傅鹏飞选择外出打工，而姚文丽选择了在家门口就业。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培训班，很高兴欢迎您。咱们的柳编培训有很多方法，有那个平编、定编。3年前，得知镇上免费培训柳编技术，山西蒲县黑龙关镇的姚文丽赶紧报了个名。从最初对老师一会儿功夫就能把柳条变成各种各样花色产品，心生羡慕，到成了柳编师傅，再到成为县柳编事业发展带头人，技能培训让姚文丽成了技能高超的金凤凰。我从零收入的农村妇女到现在每个月我收入3000多块钱，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过程，我培训了3000多个姐妹，她们正在用巧手编织花样新生活。宝贝们，我们这个是柳编编织的一款婴儿摇篮。3年间，蒲县这个吕梁山深处的小县城，职业技能创业培训近20000人，实现就业8011人。仅2021年，山西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就达到220.3万人，让更多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让360行人才辈出，不断提高全省劳动者技能水平。天镇保姆、吕梁山护工、福山厨师、五台泥瓦匠、榆社古建工、平路电工，一个个技工特色劳务品牌叫响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借助培训大熔炉掌握了技术，找到了工作，增加了收入，成就了梦想。就业是民生之本，饭碗端稳了，
日子才能安定，就业安稳了，发展才能从容、坚定、有底气。2022年5月20日，山西稳就业工作推进会召开，要求把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把准关键重点，拿出硬招实招，扎实做好稳就业各项工作。山西坚持把稳就业、保就业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首位，通过培育就业新动能，推动市场主体倍增，突出抓好农民工、务工就业等重点群体就业，织密就业托底保障网，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就业体系，全力以赴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2022年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7.5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32.1万人，稳住了就业基本盘，兜住了民生底线，全省就业形势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万年保存的木耳迎来了采摘季，村民任爱先在村里的合作社摘木耳，去年夫妻俩光这一项就挣了6万多。小麦是我们致富的第二点。万年保这三个字儿，寄托了千百年来农民对丰衣足食、小康生活的向往。这个充满美好愿景的名字已经叫了差不多2000年，但名副其实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当年在邻村人的嘴里，这个村子被称为千年穷，好村民没有给村民带来好生活。得益于党和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帮助贫困村改善基础设施，并建起了光伏电站、蔬菜大棚、牛羊养殖等脱贫产业。目前香菇和木耳大棚已经发展到80多座，带动上千户脱贫户增收。万年保村靠党的好政策和村民们勤劳的双手，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富裕美好新生活。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提高收入水平是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人民群众的收入增长。2022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汾西县僧念镇段村的一座平房小院，这家小院的主人蔡文明是养羊专业户。如今养羊规模已经发展到了90多只。习近平同老蔡一家人拉起家常，仔细询问养羊收益怎么样。说起家里的变化，老蔡满脸笑容。党的政策和当地政府的帮忙，生活富富有余。我要按去年那个标准，我可以收入毛收入8万块钱。段村通过种植、养殖、林果、光伏产业等多元发展，2019年12月实现了整村脱贫，2021年全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万元。这是在建的8座双包菇大棚，可以给我们的村集体增收10万元左右。我们呢可以吸纳10到15户的老百姓来这里就业，每人呢这个工资性收入每个月可以达到3000元左右。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一直是中国人民最朴素的追求和愿望。山西始终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多措并举拓展收入渠道，力争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22年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395元，增长6.1%，增速快于全国1.4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588元，增长5.4%。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99元，增长6.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明显高于城镇，推进共同富裕成效显著。山西按照保基本、兜底线、救急难、可持续的总体思路，完善法规制度，健全体制机制，强化政策落实，织密织牢基本民生兜底保障网，对困难群众格外关注，重点关怀，精准施策，着力构建制度健全完善，运行高效顺畅，服务便民惠民，保障有力有效的社会救助体系。十年来，累计投入中央和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538.7亿元，全省城乡低保平均保障标准达到每人每月628元和496元，114.5万城乡低保对象、13万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52.8万脱贫人口通过社会救助兜底，共享到改革发展成果。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来自山区的孩子们用纯真的天籁般的歌声，征服了全世界的电视观众，圆了他们的冰雪之梦。山西太原，同样是来自山区12岁的宁宁，也有着同样的冰雪梦想。此刻，她正在教练指导下，在冰面上练习滑行。来，首先我们第一步，先把手打平，哎，慢慢的打开，啊，一定要抬脚啊，一、二，对。包括宁宁在内的13名孩子都来自阳曲县首义学校，这是全国唯一一所集中对健当绿卡贫困户子女进行教育扶贫的学校。我长大要学花样滑冰，我长大后要当奥运冠军。阳曲县首义学校全校共有590名来自50多个行政村的留守、单亲和山区零散教学点的学生，让山区的孩子们接受更公平、更优质的教育，是我们的初心。9岁的文文，经过1年的学习，已经是学校小有名气的拉丁舞高手。高尔夫、滑板、跆拳道，很难想象曾经只在电视上见到的时尚课程能进入山区孩子的课堂。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一首特别有气魄的散文，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他们的代课老师是通过国家特岗计划逐年充实进来的。学生的四季校服、宿舍被褥及公寓用品、学习资料、文具乃至伙食费、每周往返交通费和接送费，都由县里按照每生每年5000元兜底支付。2019年，首义学校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知识改变的不只是个人的命运，更是一个民族的未来。教育关系着千家万户，关系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要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山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快构建公平优质教育体系，教育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显著增强。2021年，国家发布了教育改革政策，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更加注重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悟空，此是什么地界？师父，前方可是两界山啊！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然后呢？今天山西长子县鹿谷小学五年级正在进行四大名著课本剧表演活动，课堂秒变为魅力十足的生动舞台。第一个作业是整理性作业，就是把四大名著中的人物关系图梳理下来。第二个作业，为推动双减政策落地，山西把双减作为教育系统和教育督导的双一号工程，出台了山西省进一步减轻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实施方案。双减政策落地，减掉的是负担，增添的是快乐。学校的课后服务让以往放学就人去楼空的校园变得生机盎然。今天的修枝固本，正是为了明天的繁茂兴旺。山西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促进教育公平、优质、均衡发展，积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十年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增长近一倍，年均增长5%以上，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优先保障教育发展的坚定决心和意志。顶层设计更加系统化，新时代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育督导等一系列根本性、引领性改革措施密集出台，从公平和质量层面呼应了群众对美好教育的期盼，加快补齐教育短板，入园难、入园贵、乡村弱、城镇挤、择校热、大班额、放学早、接送难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破解。山西现有各级各类学校14564所，在校生662.88万人，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6.60%，义务教育正向着优质均衡阔步迈进。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5.47%，高于全国4.07个百分点。覆盖全学段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更加完善，辍学学生实现动态清零。实施职业院校双高计划，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双一流高校建设步伐，加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开放教育、继续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融合发展不断加快，全民终身学习立交桥更加畅通，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10.45年，位居全国第四，展现了教育事业的全方位跃升和人口素质的显著提升，为服务山西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90后的杨青龙是介休市人民医院的一名康复师。2019年，介休市人民医院将康复科整建制下沉到宋古乡卫生院，杨青龙和18名康复师、20多名医生护士，还有介休市人民医院所有的康复设备，一起来到了宋古乡卫生院。嗯，咋子的？胳膊伸直，拉到你的髋关节这里，慢慢的，啊，保持个距离，慢慢的让这个胳膊有这个用劲的感觉。在宋古乡卫生院，康复师杨青龙每天都会为温林贵做一对一的精准康复训练。
我老伴在这住了一个多月，花费了9000多，报销了7000多。我在这享受是人民医院的服务，卫生院的收费。整合县域医疗资源，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签约家庭医生介小一，健康宣传队伍介小健，慢病网格员介小康开展伙伴式互助服务，一系列群众健康管理新模式正在形成。2021年，介休市的县域就诊率达到93%，被确定为全国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位列全国8大试验区之一，也是华北唯一。接下来即将看到的就是我们目前国内最先进的一个生物 3D 打印机。这个模型就是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来的一个骨盆模型，它本身可以更精确的来定位病灶的位置。咱们可以看到它的骨盆模型非常复杂，所以需要个性化的替换。山西通过 3D 打印出国内首款同患者自体骨组织解剖结构一致的钛合金植入假体，打印所用的墨水源于患者体内提取的自体骨组织，它如同盖房子的水泥，能够固定细胞的位置，最终重组为功能器官。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山西始终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山西按照中央部署，始终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落实省委早、快、准防控要求，守住了山西阵地，筑牢了首都疫情防控的护城河。特别是山西省中医药系统坚决执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疫情防控要求，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全周期参与新冠肺炎的防控工作，全力保证中医药及早介入、有效治疗，形成经验，惠及于民。山西实现了患者零死亡的救治目标。一指经方传承千载，一缕药香跨越古今。山西作为传统中药材主产区，中医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道地药材资源。据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初步统计，山西现有1788种中药材，在全国处于前列，中药材市场竞争优势明显。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建设中医药强省实施方案，省人大立法通过山西省中医药条例，省政府成立建设中医药强省领导小组，山西中医药产业的全链条高质量发展正乘势而上。十年来，山西共向医�疗卫生领域投入3144亿元，在实现小病不出村的同时，山西省加快补齐专业专科短板，提升省域诊疗能力，减少跨省就医，努力实现大病不出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深化医改为动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健康山西行动正在全方位落地实施。人说山西好风光，最美风光属太行。洞头村萧夏麦田音乐会正在举行。晋城市处在富氧离子富集层，年平均气温11.5摄氏度，旅游舒适期长达7个月。背靠大山，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
洞头村找到一条从传统农业到康养生态旅游的转型之路。我们来到这个小院子里，感到很舒服，太美了，安心康养，走。像这样的康养小镇，山西还有很多。康养山西，下养山西，山西在积极探索康养产业发展的特色路径。好，爷爷，早上好。好，早上好，爷爷。咱们今天有点啥好呢？咱们先回家吧。91岁的赵天俊老人是退休老干部，连续考察了多个养老院后，他下定决心回到老家稷山县康宁护理院。原来血压高，现在血压基本上正常。这卫生条件、服务态度各方面都比其他城市好。安享晚年，就图这个平平安安，有病能及时得到救治，留生养老，留下看病，有病看病，无病了的疗养。家家都有小，人人都会老，养老事业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山西积极引入社会资本，鼓励各方力量共同兴办医养结合养老事业。2021年，山西连续3年将实施城镇养老幸福工程作为民生实事，在全国首家出台补充养老保险制度。2022年出台了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实施方案，推动一老一小事业高质量发展，全面织密扎牢全民共享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全民运动，健康你我。如今，体育健身也成为我省群众基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21年底，全省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41平方米，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覆盖率达到90.4%，公共体育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率达到99%。群众体育蔚成风气，向更广更深范围不断延伸。平安，民生所盼，发展之基，大局稳则百姓安，百姓安则百业兴。还一直都正在通话中。冯帆毕业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他的任务是密切关注境外电话，根据这些信息研判可能会诱发诈骗犯罪的蛛丝马迹。这个人怎么接了3次境外来电啊？预警系统中，一位市民连续3次接通境外电话，时长5000多秒。反诈中心的警员们马上意识到市民可能正在遭遇电信诈骗。哎，你好，在家没？你好，在不在？哎，你好，我们新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是不是你看我有个公安的联系我？是不是？我这个弟弟在在那边。我这刚刚还给你打电话呢。啊，是吗？这是个骗子。犯罪分子冒充公检法对市民董先生进行精准施诈，董先生已经筹集了20多万元，准备给对方打款，有惊无险。好在反诈民警及时赶到，电诈只进行到一半，一场惊心动魄的止付行动圆满结束。冯帆和同事们都松了一口气。去年至今，全省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19563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905人。今年以来，共紧急止付涉案资金132.7亿元。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守护万家灯火，山西步履不停地书写着平安答卷。聊聊到不去
作为公安机关最基层的派出所，每天都会接到群众这样那样的报警求助。家峰镇卧虎庄村村民冯国军圈养的五只鹅和五十余只鸡被来自某物流园区的六只流浪狗咬死咬伤，冯国军找到物流园区要求赔偿，协商无果，便将自己的摩托车堵在物流园区门口，向物流园区讨要说法。根据咱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第1246条的规定，你们应该承担对这个流浪狗的这个管理责任，保障它不应该的侵害或者侵犯老百姓这个财产的权益，你们从法律规定具有一定的这个民事责任。沁水是著名作家赵树理的故乡，成立树理调解室，就是要学习人民作家赵树理的群众工作法，打造枫桥市派出所。先看戏后说事，是民警韩学文的调节策略，让物流园区负责人先行观看动物损害责任普法视频，从而达到以案释法、以案普法的目的。对，这你不容易就解决了，谢谢，满意吧？满意啊啊！调和的是矛盾，构建的是和谐，营造的是稳定。我们要把这个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警务进村社，服务零距离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让一起矛盾纠纷从剑拔弩张到握手言和。山西紧紧围绕共建共治共享目标，以五安联创为抓手，推动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推动全社会共创平安、共护平安、共享平安，将百姓的关心变成安心和放心。平安山西建设正在让山西人民心手相牵的共同期盼变为现实。十年亲历民生，老区人民福祉得到新提升，让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是我们党百年来的执政追求。山西将这份念念不忘的初心注入了一个个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老百姓的底气越来越足，笑脸越来越多，生活品质越来越高，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新画卷正在展开，让3500万三晋儿女的日子越过越美好，共同富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在新中国70多年建设史上，在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奋斗史上，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党的18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山西把握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强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机遇，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山西工作总体思路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提升，推动山西各项事业稳步向上，持续向好，推动山西在全国大局中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更加凸显。省委团结带领3500万山西人民持续奋斗，让转型态势更加强劲，民主法治更加健全，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生态底色更加亮丽，政治生态更加清明，共同创造三晋大地更加美好的前景。再赶考新担当，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全省上下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突破，续写山西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坚持就像
亲儿女不负好名唤。三亲儿女不分。